因为当红艺人和以前的小透明完全不同，不仅是一个主持人，还在时尚方面很有建树，如今更是成为了舞台剧演员。小姐姐可谓是全面发展啊。近日吴昕更新了自己的微博，对自己的舞台剧表演做出了总结，还晒出了不少好友探班自己的照片，可以看出她的人缘很好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杜海涛和沈梦辰也来探班了。穿着白衬衣的沈梦辰一脸娇羞靠着吴昕的肩膀，而吴昕同样是穿着白衬衫，短发，造型气质超 A， 和沈梦辰上演摸头杀简直男友力十足啊。在合照中，吴昕站在两人的中间，有谁注意到沈梦辰的手吗？他把手搂在吴昕的腰间，完全不顾海涛的感受。众所周知，吴昕跟杜海涛两人都是快乐大本营主持人，多年来一直相互扶持。曾经有谣言说海涛曾告白吴昕，但都被拒绝，于是有人猜测沈梦辰跟吴昕的关系会不会不好。如今这么一看，谣言不攻自破，沈梦辰和吴昕的感情是什么样子？这张合